什么事儿啊？不能电话里说呀，非得找单位来。我妈叮嘱我了，非得让我当面跟你说。那有什么话那就说吧。明天晚上，她让你上我们家吃饭呢。啊。她说她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谢谢你，把该铲除的人给铲除了，为民除害来着。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啊，不是，这都不是我应该做的。其实反正应该不应该，我也做了。不是，我妈明天晚上请你吃饭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我们单位吧，最近……明天晚上6:30你还去不去？哎，老张。 没事吧？没事才怪。